别再用普通的木梯了，这个不锈钢梯子可以做人字梯，也可以做直梯使用，高度可自由伸缩，安全载重500公斤，折叠后可轻松放置在摩托车或汽车上，踏板采用加厚铝合金制成，防滑乳胶垫确保上下楼梯安全，它很坚固，通过安全锁扣可以调节梯体的高度，安装天花板维修或高处作业都很安全。露天拍卖上的售价是2860台币，如果你今天通过这个视频订购，我公司1999台币711取货免约，产品质量有保证，使用15天内出现问题可以免费退货，因为这款产品销量很高，工厂还有很多库存可以销售，不要错过。别再用普通的木梯了，这个不锈钢梯子可以做人字梯，也可以做直梯使用，高度可自由伸缩，安全载重500公斤，折叠后可轻松放置在摩托车或汽车上，踏板采用加厚铝合金制成，防滑乳胶垫确保上下楼梯安全，它很坚固，通过安全锁扣可以调节梯体的高度，安装天花板维修或高处作业都很安全。露天拍卖上的售价是2860台币，如果你今天通过这个视频订购，我公司1999台币711取货免运，产品质量有保证，使用15天内出现问题可以免费退货，因为这款产品销量很高，工厂还有很多库存可以销售，不要错过。